在三重有一家川味料理店，我们只要花不到400元就可以享用浓厚的川味料理，还有鸳鸯撸串锅，各种撸串，川味美食，海鲜也没有少。你各位啊，你看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咱们现在伫沙丁堡这边啊啦。哦，在我们身后这一栋是一个商业大楼，但它里面有一个餐厅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厉害的。你各位啊，你有听过撸串锅吗？我买到一张餐券是379元啊，虽然说它现场用餐费用是399元，只不过不知道等一下这家餐厅表现会是如何了。我们一起进去吃看吧 ，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啦。还有说，我刚好先去看了一下现场的环境呢。我是觉得说，哇，给我的感受是如此的新颖啊。不过 OK 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拿完第一回合食材回来了。啊，刚刚稍早哦，他们熟食区竟然有提供这种水煮鱼，我是觉得感觉还蛮让人期待的呢。
来，我们先来喝喝看这个白汤啊。哦，它是很经典的大骨汤哎，虽然说喝起来清淡了一点呢，不过应该没关系啦。哦，来，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啊。如果你今天来这种川菜店，你没有点个麻辣的东西的话，不麻不辣，你不觉得吃起来又干又嫩吗？哦，它的味道虽然也是清淡清淡的，不过如果我等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加下去的话，也许味道会比较不一样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让他们煮自己的，我们来吃吃看这些特色熟食吧。哦，哦，我才刚吃下去，我就感受到它有满满麻辣风味从我嘴巴里窜开来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麻辣蔬菜一口闷啊。我们才吃没几口，现在全身都已经热起来了。我刚那一口咬到好多好多花椒辣椒的感觉，现在嘴巴整个都麻掉了。那我们把煮好的东西先捞起来之后啊，我们直接把这盘肉都下下去了。麻辣云吞。哦，它这些副食我是觉得非常让我惊讶哎。已经开始额头冒汗了。来吧，各位，撸串吃起来。哦，它这个牛肚切的薄薄的，涮完之后啊，我是觉得它口感是非常的软嫩的，还不错。还有它这边有这种金针菇串呢。还有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它刚刚现场有附的这种蝶粉呢。我是觉得说，我们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，就意思先沾看看。这个粉里面有一种孜然的香气耶，我就觉得它这种温温和和的辣，搭配这个香气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今天这种体验吃起来感觉还蛮有乐趣的呢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啊，全部都撸起来吧。来吧，鸡串们。
凤爪。我们来吃吃看现场的肉片呢。我觉得这些肉片需要我们的火锅好朋友蘸酱的支援的了。今天这些肉片我们在煮的时候也是汤一滚，我们就把它捞起来。只不过我是觉得它们的口感感觉是好像冰的有点太久了。白虾吃起来，虽然说今天他现场是给我们冷冻白虾啦，只不过这个白虾吃起来也是有那种鲜甜的味道。不够 OK 啦，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食材了，我们再去拿下回合食材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就先吃一下我们刚刚拿到的东西，然后再看看等一下他有没有把东西补齐吧。还有我刚有拿这个酸辣粉的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它给你的酸不是那种清爽的酸，而是说就是要酸到你舌头发麻的酸，酸不溜丢的。这红油炒手是真的非常的够味啊，我还蛮喜欢它的调味的。不过 OK 啦，我们先来吃这个牛肉菜卷吧。欸，各位，我不得不说它的虾子的品质其实还蛮不错的呢。
那我们已经吃完第二回合的东西了，我们等等再去拿些东西回来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拿完第三回合东西回来了，就如你们所见，我们吃点鸡猪也是 OK 的，不然我是觉得说它骰子牛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，它的那个肉质，还有它的香气，配上它这一锅汤的表现，真的是让人很想再吃一下了。这应该是骰子猪，那刚刚煮蛤蜊的时候，我把我们的酱料全部都一起倒下去煮了，所以它现在变成了一锅葱蒜蛤蜊锅。各位啊，我们吃了55颗蛤蜊啊，不过 OK 啦，我们等等再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回合齁，我是拿它的肉片还有水煮鱼啊，只不过今天可惜的地方是它的那个撸串，它所补的量啊，还有说种类，好像从刚开始的开场到现在已经吃了差不多的时候，它的撸串的种类好像是越来越少了，不过也 OK 啦。那我们羊肉这里煮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把葱花一次都撒下去了。
们继续吃这个水煮鱼。哦，这次水煮鱼它煮的感觉比较清爽耶，比起我们第一盘吃到的口味是非常非常的浓烈，这个反而是一种小清新的滋味。川味葱花羊，各位啊，我们这羊肉不止上面都是葱花之外啊，我们用这个川味汤头下去煮，羊肉上面附满了锅底满满的问料，在吃下去的时候，它给我的香味冲击十分的浓烈。好，吃到这边我是觉得也差不多了啦，我们去拿点甜点来吃吧。欸，各位啊，没想到他这边现场竟然有提供台电的鸡鸭冰，哎，这真的是不多见哎。他这个冰箱应该是设定的太冰了，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可能要先放一下才会比较好吃啊。它这个冰棒有名的地方就是，你除了鸡鸭冰我们会有口感之外啊，还有它里面都会有果肉，这算是用料用的还蛮不错的鸡鸭冰啊。OK 啊，我们已经吃完所有东西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，再出去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外面了，然后这边真的是，风有那么一点大嘞。不过 OK 啦，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玉品川麻辣串串锅的想法吧。我们今天用餐费用是379元，你还觉得这个体验会很差吗？虽然说我们今天吃的量可能没有到那么多，就只是吃一个体验而已啊。只不过我是觉得这种体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尤其是它那周边的熟食，哦，那个水煮鱼，还有那个红油炒手，真的是非常的够劲啊。只不过啊，如果各位啊，你今天是没有办法吃辣的人哦，真的，你建议要多想想，因为今天现场的东西有超过一半东西都是会辣的，又辣又麻。那如果你问我说，如果今天要这些花379元买餐券来这边吃的话，我 OK 吗？我跟你讲，非常 OK 啊。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你也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